马自达丘比特，他的按手就在这里。车主跟我讲说：“我跟你讲，你手要这样。”我说：“啊，桂林嘛，什么桂林嘛？我有名有姓，我叫陈桂林。”这什么开场？2019年20年4 N X200跑75000公里而已。车原板件没有伤，涡门免钥匙，盲点侦测。这台车它有改电动尾门，电动尾门是外改的、啊，外改的，它要中阶的才有。它有360环境也是改的，汽油不是油电，没有电池的问题。有电池问题不好吗？换电池要钱，大电池一颗10几万，可是有电池比较省油，比较省油，算起来应该哪一个划算？底下帮我留言一下。因为我们不是第一线 Lancers 车主，我们负责行情价格买卖为主，有任何车辆都可以找我们。看一下内装，内装好像万年不变的，跟我 LN100S 蛮像的。我觉得不晓得差不多，这是它的风格。也是有换挡快播，电话语音功能 ，ACC 可以控制，音量了解，蓝牙，滑鼠。哎呦，滑鼠。这里就可以调冷气了，在这里可以调冷气。那我刚好不在这里调就好了。对啊，多此一举。这有 CarPlay 吗？可以连接手机，这也是手机的图案。这有一个 IWC 的感觉，其中差多了嘞。香港这里 ERND 还有 M 模式加减档外部键，这里可以切换。那切换什么 ？Eco 模式跟 Sport 模式。驾驶模式这里变红，蓝色 Eco， 红色 Sport， 引擎启闭防滑功能开关。Auto Hold 在这里，那它可以调速度吗？哎、啊，底下可以来试一下。哎、欸，这是一个镜子，确定不是你弄坏？确定是可以拆的，好不好？确定是可以拆的。这有做两颗钮，铆钉纽扣的作用是什么？锁点而已吗？应该锁点而已吧。以前那种车有没有摸两颗才可以发动的？有吗？按锁啊。哦，没摸过。你还有一个是。还有一个按手是，它中间有一个那个洞，然后里面有两颗螺丝，你要用两颗手这样去摸它，摸它之后，然后才发动。我先问一个，这样摸它，它会有水吗？啊？你刚那个手是真的？上次那台马自达丘比特，它的按手就在这里。车主跟我讲说：“我跟你讲，你手要这样。”我说：“啊，手要这样。”然后你没有这样，没办法发动哦。一定要这样，它里面有两颗螺丝，你要让它去。导电一定要这样子，我有一个开玩笑，车主跟我讲的，他那个角度真的你只能这样，你这样可能也不太顺，因为手一高一低嘛，像两只长度才会一样。学到一课，真的啦，你因为有点跟你们好小啊，这个后座空间好像还不错，哎，还行啊，三区没有恒温，但是有出风口。哎、欸，它那个椅子是不是可以调啊？后座椅子，调椅背的。哦，椅背这样还不错，而且蛮躺的。电动尾门改的，按钮在这里。啊？没有。你手放下去看看啊。来，剪完胳膊。哈哈哈哈哈！来啊，真的啊，我怕你受伤。不要快到，我也是拿掉而已。来，想一想还可以要。来，剪刀给刀布，剪刀布。哎、欸，我慢出，刚慢出，我刚慢出也算了、啊。不要不要，你刚刚那个 tempo 没有对到。哎、欸，你要慢，你慢出，你在那边。来，有一个不。来、欸、哎，不要真假、啊。我有保险吧？你有保险要问你啊。哎、欸，来，要快到的时候拿掉了。好。紧张吗？哎、欸，走开走！那哪种车有房夹、啊？哎、欸，欢迎阿法都有。这里有写一个人躺在这里，就是你睡觉的时候可以把这个开关开着，就不会有人打扰你。不要瞎掰好吗？这个应该是写这是婴儿吗？还是跟那个女生讲的？看着你在瞎掰。别人你知道吗？你看这里就没有，因为前面不会过婴儿啊。人家要睡觉都是在后面睡。对啊，不然怎么设计在后面？医院头灯远近光自动调整，觉得它这个勾勾确实是做得蛮帅的，蛮有特色的。嗯，我觉得还好，氛围感就出来了。走，上车，他有吃到便宜吗？
像我们要测试它的自动驾驶，是有一个时速以上才可以开，车距可以一二三格可以选，现在选这三格上车吗？看一下，不会，我刹的，我刹的，有，好像还有刹车，刚没开到，这样才对吗？要维持哎，方向会维持哎，不是，我们车蛮准的，我今天有车哎。你怎么这么担心？哎、欸，是你的安全呢、欸？对对，刚才问我们保险，现在问我你怎么那么担心？对，我转弯，我用去转弯哦。哦呦呦呦呦呦！哎，没、欸欸欸欸欸欸欸、有车。哎、欸，我们这一台一车传三代人手车还在的 N X200，1920年式的，跑70000多公里而已。这一台呢，售价挑战全网最便宜，100几万就卖了。全车原版件，无事故、无泡水都可以鉴定啊，我们会先安排。现在市面行情多少钱？行情11多、12多不等，挑战全网最便宜。先挑战啦，先挑战，等一下会不会有人之后比我们还低？如果他人家拿比较低的来找你，那我们要降价吗？再降给你，挑战全网最低，以我的为准。OK， 走了，你吧，收了。想看更多，关注抖音跟 YouTube， 吕老板二手车，带你看遍二手车市场。